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苗。今天下了一场很大的雨，现在我们穿了雨靴，带着两个宝贝女儿去踩水坑。珍珠奶茶是不是？没有珍珠呀，我的是珍珠。哎，是吗？我看，哇，这里有解惑。嗯。假的。解惑课。这个是很好吃的东西。雨靴进水了，开始光着脚丫子了，光脚踩水坑更舒服。光着脚丫好舒服，主打的就是一个同步，哈哈哈。哇，这里水好清啊。对呀，我们去踩浑浊。好飞呀，好清啊，好舒服。呵呵，好舒服，赶紧洗一下脚丫。我先洗我脚去。哇，太清。我是猪爸爸。